我来给大家再演示一下白菜的画法啊，先勾白菜的帮的筋，用稍微重一点的墨勾它的明线，就是向着你这个向上的这一部分，然后再勾边上，这个时候呢，白菜基本上它的帮叶的部分，我们就能看得比较清楚了。它的根儿有点芽。接下来要涂白菜的叶子，白菜的叶子呢有深有浅啊。我们现在用的是淡墨，我们要从向上的浅的部分开始涂。一定要记着啊，白菜的叶子它是跟着它的这个帮来的，所以不能涂的它长到外面去了。先用淡墨勾了一下，我觉得这个近景的部分还不够深，所以我要稍微蘸一点比较浓的墨来再涂一下。涂的时候啊，现在就涂好了。趁着它还比较湿的时候，用比较浓的墨来勾一下它的叶筋。顺着涂，不要涂反的方向啊。这样呢，我们的白菜就画好了。我把这个根部给它加亮一点，然后把对着你的这面的墨线稍微加深。深一点啊，这样呢，白菜的层次感就出来了。